王一博这个就跟躲大长尾一样。王一博自从参演了《陈情令》之后，已经不只是《甜甜兄弟》中的主持人那样简单了。凭借这部剧收获了超高人气的他，现实生活中也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男神了。不过他仍然活跃在《天天向上》的舞台上。在最近一期节目中，节目组请到了女神李沁作为嘉宾，现场李沁穿起了长袖舞服跳起了舞，大家也都在专注地欣赏李沁的舞姿。在一众人之中，王一博独独是个例外。画面拉近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发现，不管李沁跳得多美，王一博基本上处于面无表情状态，甚至在跳到一半时，王一博还忍不住地发出了笑声。可见在他的内心里根本 get 不到李沁的这段舞的美在哪里。随后李沁又将袖子甩在了王一博的脸上，而王一博对此也是赶紧向后仰身逃避。这不仅让很多在看节目的网友纷纷调侃道，王一博这是有多嫌弃李沁的舞姿呀。作为好兄弟前锋，在看到王一博这样的表现之后，直接说道，王一博就像在躲大张伟一样，听起来也是十分的搞笑了。大家喜欢这样的王一博吗？